哥，最近那你们没有出去吗？你男朋友最近有出来没有？对呀，你们就有点恐怖性哎。麻烦就跟紧哦。麻烦的话跟紧，我们可以再考试的，懂吗？然后你们要走，我们就去吃你们的喽。我今天没有走，我是点我们去那边。你们不要走啦，我们去。OK 喽，以后我就跟喽。太娘了！对呀，就给他发点钱，你过后他才再来看。的烘托也可以干去那边做的嘛。没错，我觉得 reach out 的艺术呢，你们可以 convince 他们那边。其实是要由他的，我跟你解释的，没就是要他开口，什么，并不是逼他。没有啦，是他自己的，我们跟明解释，没有跟明讲。杨鹏的拜山要来走。